向安全保障工作，及时的排除因暴雪天气造成的安全故障，防止发生大面积的停电、停水、停气和供暖情况的发生，要确保各员工安全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，你这气球怎么办？坐过吗？没呢。要这个干嘛呀？我想站得更高点。别飞跑了。不会。行。雪豹有那么邪乎吗？我也没见过。房子重要，人重要。都不重要。赶紧到下面检查一下，再检查一下，是不是下面门窗啊都封闭好没有？到库房提前把那锹、镐还有笤帚、铲雪板都准备出来，并且暴风雪来了之后把门堵上了，没有工具谁都出不去。袁队，搬石头能不能再多扣一天？不能。想想办法。不能。再申请一下吧。明天早上必须放人。哎，咱俩喝碗羊汤去。喂，人呢？里边呢，吃饭呢。你吃饭没？没胃口。你得吃饭，别耽误吃饭。事儿整怎么样了？没你指导工作不行啊！我咋给你指导啊？人都给你派去了，还怎么指导你啊？他们关系哪有你关系硬啊？啥关系啊？你要干啥呀？我想去林场老家属院看看，他们不认我。关键我这下午有会儿啊，去不了啊。你踏实开你的会，我在这儿等你，等你开完会，咱们走一趟。
不关注我时间没准儿啊，你等啥钱儿呢？魔镜吗？笑啥？你再来一个。现在来不了，你得逗啊。不，你让他来一个。你逗啥呀，秀儿？真的，这是你以后真要注意，要领导什么的，你不能这么笑，你这笑，容易把人吓着。哎，别太把我当回事儿。嗯，不用，做自己村子。这一片就是当年的家属住宅区。这地方至少生长了三代人了。有了，这地方就双塔的魂，当初人呢就靠这片林子养活着呢，后来封山育林了，不让砍伐了，这人慢慢都没了，才有了现在的双塔。也有变走的吧？那肯定的，你想想在这生活五六十年了，这他只会砍木头搞运输，离开这儿没有别的生活技能了啊，只能在这儿老去，死了就埋在这儿，树林陪着。前面就是那个教堂。这就王家墓。啊。大家有旧址吗？去看看呗。啥旧址？早没了，就剩这个了。你们这么远来我们这儿，顺便带孩子吧。套话。不是，那孩子挺可怜的。你甭操那闲心了。你们到底想问我什么呀？该放我出去了吧？你出去干什么呀？多冷啊！大哥，你说。大元，我跟你说啊，周平原是被人先注射了麻药，然后割断了舌头导致的死亡，而且凶手到现在没找着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那儿一个人行不行啊？要不要哥几个过去？大哥，我这还有别的事儿，先挂了啊，谢谢。都挂了。能挂说明人没事儿。来，你别你先尝尝。我是一天净吃饭了。嗯，你看。天天找我，
喂，周莹，我李慧妍，你在哪儿？有事儿。有事儿，想见一面。那你把定位发我吧。好，我马上发个位置给你。管事儿说了，看着这孩子，免你年份的钱。这谁家孩子啊？我也不认得呀，看着了就打背面电话啊。好嘞。三句话，问完放你走。四哥，问。照片上这孩子是不是在姓罗的手里？咱还找人？是不是在警察手上？再的话，雷子就不能找上门。找孩子干啥？我真不知道。是九几年去大富豪上的班呢？96年下岗之后呗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每晚你总是压轴出场，他们都不走，都憋着想看你。那时我多年轻呀，我还小姑娘。我当厂长那几年，咱也风光过。我可没赶上，哎呀，我也是倒霉了。我只记着厂子散了，你带着100多号人进城去找营生，那可没少遭罪。都是些不正经营生。那也没饿着谁啊，不就是为了糊口吗？那时候我就在想啊，这个男人我得跟着他，这辈子肯定不会让我受什么委屈。我得病这几年让你遭罪了。我不管你，谁能管你？哎呀，我估摸着呀扛不过这一回了。你也该想想以后。我呀，我早就想好了，你死了我就彻底自由，我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想干嘛干嘛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想出国啊。这双塔还装不下你了。那怎么了？我活一辈子还没出过国呢，你得赶紧给我好起来啊，陪我一块儿去。这好办，离咱们家120公里，那就是国外啊。谁去那儿啊？我得去暖和的地儿，能天天晒着太阳。孩子要是真找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一个孩子还能长翅膀飞了？那万一呢？大不了再给你换一个。那能和我的血对上？你还是不放心我。我现在呀，就想吃一碗你亲手做的面。我给你现擀点儿。吃不了几顿了，吃一顿少一顿。对，唱首歌吧，暖和暖和。唱什么歌？我不会唱歌，我唱啥？不会唱，唱什么？唱什么歌啊？别装，小秋唱一个来，来。
让李队听听你美妙的歌喉。我唱歌跑调啊，你的笑声都那么好听啊。来，感受一个来。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花雪月薄情。停，干嘛呀？什么叫很热很热乎？听这首歌，尤其听跑调的歌。什么叫风花雪月？啊，有这词儿吗？那是啥呀？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波激流。快到了。到前面左转。等一会儿到了，你在车里等我，我自个儿去。好。这么浪漫呢？大晚上的约我过来看坟头。哎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就是当年那场火灾烧死一家人的坟。查丁永利遇到困难了，你帮着捋捋呗。你直说吧。从头说起。我从北京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双塔，就是为了一个人。被绑架的那小女孩。绑匪被逮着了，孩子没找着。我呢，顺藤摸瓜，找到了上家，丁永利。接着呢，遇到你，你也在找他。丁永利和绑架也有关系。对，但是不敢肯定他背后是不是有别人。接着我又查到了张兴，就是你帮着尸检的那位。这个张兴啊，是绑架案的中间人，孩子也经过他的手，现在死了。我呢就接着反过头来再查丁永利。丁永利，东坟林场的老职工，当年的救火英雄，你父亲也是救火英雄，这事儿你知道的。你到底想问什么就直说。接着我通过北京的关系查到你父亲周平原的死状，这事儿你瞒着我了。这伙计认我。实在是没辙了。你说你顺藤摸瓜，查到丁永利。还有那叫什么？张兴。张兴。张兴是谁杀死的？有线索了吗？不瞒你说，现在怀疑是个屠夫所为。这屠夫呢，救过孩子，而且还形迹可疑地出现在了张兴被杀现场。那我一大哥，你别看他看着也很凶。又做了把刀，但真的特别热心肠，人超好。
伯父是不是姓白？他叫白石洲。我跟你直说吧，虽然我不是大夫，但也跟不少死人打过交道，偶尔也动刀。我给我爸化妆的时候，仔细看过他舌头的切口。这种伤口不是普通的刀造成的。我怀疑是一把弯钩状的自制刀具。最近我看过一把类似的刀，是白石洲送给乌娜姐。白石洲被我们关押起来了，你们是怀疑他跟绑架案有关系？你是怀疑他跟你父亲遇害有关系吧？嗯，媳妇做的面就是好吃。嗯，你慢点吃啊，别呛着。有件事儿我之前跟你提过，就是跟着乌纳吉来那小子，还记得吗？就是找二弟那人。他是老周儿子。是时候会会老三的儿子了。停车。靠边停车。啥事啊？你先回去吧，我去办点事儿。这大半夜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啥事不能等明天再办啊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回去吧。雪豹来之前我就回去。你爱回不回？您不用抬表，稍微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来，好嘞。
手腕折了，应该有东西绑过了。他和一般冻伤不一样，身上有酸奶味儿，应该是经过激冻。还是一把弯钩状的自制刀具。最近我看过一把类似的刀，是白世周送给吴娜姐的。见之不见者，观其目；言之不当言，皆其舌。为不可为者，断其手。是为三省。三个人，这不是两个人吗？三个人，刚才的女的谁啊？我干妈。那你干爹呢？你们是怀疑他跟绑架案有关系？你是怀疑他跟你父亲遇害有关系吧？
白生，会打乒乓球吗？不会。如果真是白石洲绑架的孩子，图啥呀？掉了？没有。图钱？这孩子家没有接到勒索电话呀？那图啥呀？家跟周平原、丁永利有仇，丁永利、周平原都来自双塔林场，孩子出生在北京，凭啥关押白石洲啊？凭啥？哎，干啥呢？你案子审怎么样了？不咋样。啥？没手段了？这是？你帮着想一个呗。那孩子事问问吗？能不问吗？家在哪住啊？没家，住在屠宰场。那，你这没钱没挂的，你就不好查了。哎，你那地方都搜过了是不是？啊，